川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在北卡州举行的共和党全代会上正式被提名代表高党力拼连任。由于选战只剩下两个多月，所以川普与拜登两阵营立马进入短兵相见的对决。由于川普最近民调有逼近拜登的趋势，所以双方胜负难测，未来任何重大事件都可能获得影响，请看评论。而就在这几天，川普阵营连连出事，不但他的前任国师班农涉贪被捕，他最倚重的核心资深智囊凯利安·康威竟晴天霹雳宣布辞退，再加上川普的侄女与姐姐连番对他批驳，以及前联邦参议员弗莱克为首的20多位共和党精英公开倒戈力挺拜登，在众叛亲离下，川普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不过他面无惧色，在第一天大会上依然具有必胜信念，对拜登火力四射。他再次强调自己会输的唯一原因就是民主党使用了邮寄投票的舞弊，偷窃了他的胜利。川普的论点相当站不住脚，因为邮寄投票在美国行之多年，极少发生舞弊，民主党怎可能去操控邮寄投票呢？反倒是川普新近提名的邮政总局局长迪乔伊上任以后的种种反改革措施，才是明目张胆的协助川普打乱邮寄投票绩效。为川普不服输的借口，若不是国会的强力监管，他们的为非作歹真的会让今年总统大选出现不可预期的严重后果。现在有一种论调是，川普在四年前的选前民调也是输给希拉里的，在选前大家都不看好川普会赢，而今年情况也与四年前相似，所以川普最后一定可以反败为胜。我相当不以为然，因为在四年前川普是一位政治素人，大家对于他的施政能力一无所知，相当多的人投票给他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做做看。如今他已经做了四年，政治实力早已显现无疑，肯定他或否定他的人早有定见，诸多民调也显露出来，所以今年投票与四年前完全不同。最后决定胜负的因素有可能是两党投票率的高低来决定。